看来看都来看，那个又给大伙来见面，实话哥又出现，再给大伙说一段。今天说了个啥内容？听我给您说分明，不务正业得人是，说相声的没几个。我说这话人不信，咱们接着来讨论。民间相声的社团德云社曾不平凡，打破传统的相声你们曾经立下功，新的相声来发扬，曲艺界里放光芒。转眼到了庚子年，这个年份不平凡，世界疫情都发生，全民抗疫不轻松。德云社的贡献大，捐钱捐物传佳话，又捐钱来又捐物，感谢你们的付出。因为疫情不开张，愁坏版主郭德纲，几百个人的社团需要大把的金钱，没有收入的剧场现金流也受影响。为了社团能生存的改变思路是根本。儿子大林打头阵，各种综艺节目进，各大综艺都参加，大林赚钱养活家，德云一个岳云鹏也是忙得不能行，加上烧饼孟鹤堂秦霄贤也非常忙。德云社的综艺多，没空再把相声说，虽说剧场一开箱，可是台柱都跑光，台柱都去演综艺，小剧场里没人气，参加综艺太频繁，无意杀鸡后取卵。德云社能放光芒，全靠相声老本行，这是社团的主业，不敢偷懒和停歇，多多创作新作品才是社团的根本，不要树木和寸光，粉丝的心全都伤。德云社都跑综艺，有人看了很生气，有人看了很伤心，此人就是曹云金。曹云金非常棒，曾是德云社大将，虽说如今已离开，相声功底也牛掰。曹云金他很有才，传统相声张口来，说学都唱基本功，张弛有度很轻松。他的院子听云轩也是名气大如天，为了相声能发扬，不挑相声界大梁。老郭你要仔细想，警钟为你来敲响，别被名利遮住眼，不要将来后悔还。要学徒弟曹云金，研究相声多费心，师徒齐心来联合，消除曾经的隔阂。师徒齐心相声说，干戈也能化玉帛，那个化玉帛。作为榜样，白白和出轨，陈宇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新凡红沙都在对，闹乌龙的咋啦评委会，凡也作品可无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